现在放 DVD 的资料的，DVD 的那个资料的，这么多种，DVD 资料的就会一个资料夹一个资料夹，要按进去它要播放，CD 的它直接就会读会播放。那我们看，放在资料夹。电脑资讯库功德会网站提供档案下载。